边边这个花的不是沿着这个边上缝啊，不是沿着这个花边缝，沿着这个花边的下面一点位置，这个位置缝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斜边的话，挑起这个线，不要全部挑起来，挑起几一根线，你看像这种，挑起一根线就可以，这样。你找好位置，然后固定好就可以。那这样就直接这样缝过来，沿着一圈圈缝。我们缝到这个连接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如果不藏线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线再带着缝一点点，然后就直接断线就可以了。就可以再多缝个一圈半的位置。